当时的悟饭充满自信的样子，旁边还加一个这样子，就有一种王者的感觉啦，尊爵不凡，来增加视觉上的享受。History Bus 算是不错的选择。欢迎来看 KT 叔叔公仔开箱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的是 KT 叔叔不曾开箱过的系列万代七龙珠预购精品 History Box 历史回顾系列啊，然后有一点小 GK 的感觉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造景啦。这三只正好是悟饭的三个阶段。那今天特别要感谢 KT 叔叔 LINE 群里面的一位管理员 Suki， 又称网络社群账号剑士科科长，我们群里面大家都这样称呼他，这个名字是我取的。很感谢他替大家来看一些账号有没有诈骗的嫌疑啊！感谢科长今天提供这三只公仔来给 K 叔叔一次开箱啦。悟饭最强的三个阶段，分别是少年时期的超恶悟饭、青年时期觉醒悟饭、成人时期的野兽悟饭啊！一次做个全开箱来跟大家分享啦！感谢科长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就来开箱吧 ，Let's go！少年时期超恶悟饭这一组公仔本体，然后跟地台，然后地台旁边有一些气焰，悟饭非常的小只，其实公仔本体就可以直接站着，旁边这有一些闪电一些特效键，公仔就这样子直接插到地台的插销上，就是这样。青年悟饭公仔本体一样可以直接独立的站立，底台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小造景，然后就是这样直接装上去。青年悟饭这个觉醒的形态就是老界王神帮他唤醒他的潜力，然后悟饭就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，而且还跟老界王神说他要跟他爸一样的武道服。好，继续猜，等一下再看细节。野兽悟饭它的头雕比较大，站立会比较不稳，就必须一定要装在地台上，后面有多一个这样子的特效键可以插上去，来增加摆放上的视觉效果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三只的细节吧。不得不说啊，有这个地台，有这个特效键，看起来观赏性的确是提升蛮多的。但我觉得这三只摆在一起，呈现一个有点吊诡的状态，三只的比例没啥讲哎。少年悟饭头比较大，身体比较宽一点；青年悟饭变高了，头的比例变小了，应该要再高一点点才对。野兽悟饭，我觉得它的比例应该是这一只直接延伸过来，就是这个少年悟饭跟这两只的比例对不太起来啊。这只超二的少年悟饭皮肤明显是没有什么涂装，但是特效件加分。有时候公仔就是这样，有一好就没有两好。这些战损啊、刻画、啊，就是有一些写字啊，还不错。的确，超二悟饭当时就是这样，衣服上也有一些战损的刻画，这些都是加分项。那他把涂装都坐在这个地台上了，不得不说啊，这个地台真的是蛮逼真的啦。感觉这个 History Bus 这一系列把涂装的功夫全部都坐在地台上了，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。然后是青年的觉醒悟饭，我觉得这个眼神非常的对，当时的悟饭就是这样子充满自信的样子，超棒的。这个形态在 Grandista 有出一只嘛，前一阵子 K 叔叔影片中有介绍到，那一只悟饭真的是非常之帅啊。一样皮肤就是把涂装给省略掉了，但是整体相当的还原。这个地台的涂装我觉得没有上一个出色，这样对比是不是就蛮明显的？超恶形态的地台跟这个青年觉醒悟饭的地台相较之下，好像又有点等级上的落差。不过整体是相当的还原啊。最后是野兽悟饭，哇，旁边还加一个这样子，就有一种王者的感觉啊，尊爵不凡，对不对？皮肤的涂装跟衣服的涂装都是省略掉，地台涂装也是蓝紫色，介于蓝紫色之间的渐层啊。虽然这三只公仔本体上涂装是比较单一色的，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地台，有一件特效件造景啊等等的，所以你摆放起来啊，真的是看起来会觉得相当的赏心悦目。有一些人希望公仔可以有一些造景，有一些地台来增加视觉上的享受，但是 GK 太贵又太大，那这个 History Bus 算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跟 K 叔叔
一样，哎，其实不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地台，只希望公仔本体上的做工要做到位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个 History Box 不是你会想要收藏的系列啦。好，这三只 History Box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哎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留下你的看法哦。我知道有很多悟饭粉，对不对？来评价一下，评价一下。再一次感谢 Kitty 叔叔 LINE 群里的管理员 Suki，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网络社群账号剑士科科长，提供这三支 History Box 悟饭最强三阶段来跟大家分享开箱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这样子摆起来看起来真的是蛮爽的。哎，会不会有人其实有在收藏这一系列，一直在等 Kitty 叔叔开这个系列呢？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开，有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哦，让我知道有人想要看这个系列，这样 Kitty 叔叔以后就来看。开好不好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分享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然后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喜欢七龙珠的朋友们。来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专门在做七龙珠公仔相关影片的频道，叫做 KD 叔叔公仔开箱。谢谢谢谢。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KD 叔叔频道会员，来赞助 KD 叔叔，支持 KD 叔叔继续制作更多七龙珠公仔相关的影片啦。KD 叔叔的频道会员有专属的聊天 LINE 群，对，不要怀疑，是会员专属的。有任何的疑难杂症，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这个会员 LINE 群里面来跟 KD 叔叔询问 ，KD 叔叔都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回答你。而且这个会员专属的 LINE 群，当然就是会提供会员专属的一些资讯情报。嗯哼，加入就对喽。那也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功能。给 KD 叔一次性的赞助啦， KD 叔都会超级感谢你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开箱见喽，拜拜。